法官陈碧君甲伊某囝所被持有山地台湾的百甲排名是第52，属于武陵的四秀之一。标馆是3300多公尺，因为伊的风景真水，地形真多元，是真个登山客爱挑战的单工，也就是一天往回山脚。也毋过有经验的登山客讲，因为这持有山有两个登山口，沿路有真个小路啊，迄若无适时找无路，千万唔通阁行，为原路行转来比较比较保险。爬上山顶和白云包围掉的风景水当当，这是台中和平区武陵四秀的第五山，台湾百岳排名第52，请在有到爬山的人挑战一天来回。第五山地形多悬，有翠石路和真急的山坎路。就是你自己要判断说你来的方向跟去的方向，因为那边真的差路很多。已经爬完百岳的爬山客偏小姐讲，第五山有两个爬山口，车路车，就算有经验，那是一个无注意买崩山。不知道路的时候，我会选择原路回来。迷路了，我大概走了30公尺，觉得不对了，我要快点回头，绝对不可以再往前走，或是去找路。这个是登山人的忌讳。特别电影的家属电话官陈碧君，在和汉堡镜爬第五山、玉峰山，陈碧君就家己一个人去头前探路找出口，才会发生异光。三叉营地啊，这一区是相对宽广的一个林线啊，因为有设置营地，所以有非常多的山友会在周边走动，会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些小径，可能循着一些小径走路了比较。困难的地形。根据消防队提供的资料，陈碧君伫咧失踪的3000亚地，落车超90公尺，尖顶拿风吹掉的，沿山坡小刷发现伊的爬山拐啊、目镜、帽啊、含鞋啊，佮有攀岩的防水套，检判是在落山坎边的时阵落去的。登山杖附近在垂降。继续寻找。搜救人员在现场找人时，阵山坎边的角度嘛，低到90度，要靠专业的器材才能降落来。陈碧君失联这几天，加上希望爬山专家走山秀到三工，不过走山秀看法官失踪地点，嘛讲要有专业的器材才能到位，加上已经安排爬山行程，所以无多参加救援行动。对法官过身的消息，伊嘛感觉真遗憾和不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